位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看《王金年华之斗歌敬意》，乐龄有活力，呜呼！哇，斌哥，今天我们现场可以说是座无虚席啊！当然啦，今天是万众期待的大决赛 ，Final， you know？ 当然知道了，是大家都想亲眼见证冠军的诞生。是，那今天呢，肯定是一场视觉跟听觉的飨宴，而且呢，我们的五强还是第一次跟我们的现场乐队配合合作哦。好，马上让我们欢迎 Lawrence 领导的旅者大乐队。接下来介绍我们的评审团，首先我们要欢迎这位鲜少在电视上露面的歌手，同时也是 Love 九七二遇见蔡蝗虫的蔡荣祖，资深著名艺人朱丽丽，创作歌手兼歌唱导师林伟强，资深著名歌手潘莹，资深歌唱导师吴坤杰，资深著名艺人周黛兰，当然还有我们的赞助商 NATO3 张养心 TBN。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的节目为我们大决赛的参赛者准备了什么样的奖金奖品。冠军可获得现金奖2000元，价值4000元的高级卡拉 OK 音响系统，价值2800元的水晶奖杯一座，价值1200元的餐券。亚军可获得现金奖1000元，价值3000元的高级卡拉 OK 音响系统，价值2700元的水晶奖杯一座，价值600元的餐券。季军可获得现金奖600元，价值1400元的高级卡拉 OK 音响系统，价值2600元的水晶奖杯一座，价值300元的餐券。优胜奖各可获得现金奖300元，价值800元的高级麦克风系统，价值1200元的水晶奖杯一座，价值200元的餐券。谢谢 Dohin Trading and KTV Studio 赞助我们奖品，谢谢 Garden Home Crystal Palace 赞助水晶讲座，也要谢谢陈福记餐厅赞助我们餐券，感谢所有的赞助商。那现在马上开始我们的比赛。好，那今天第一位要出场为我们点燃战火的呢，就是杰出非凡队的郑达卫。哇，我觉得今天我很享受你的表演，你是一个非常有戏的人。你是什么来头啊？怎么解释多少次这样不期而遇？因为我有看这个舞台剧话剧的那个关系，打下很好的基础。对不起，撞到你啊！我敬你一杯，可以醉醒啊！请站，多管闲事。工作之余呢，如果有机会的话，就会尝试演戏啦，机会段演小角色。我爸爸是个乐手，我从小就看到他在家里练习，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喜欢音乐。我是当兵了以后呢，才参加歌唱比赛，参加过 Sing Singapore， 然后还有新传媒的 Live the Dreams。You tell me that you love me。一位特约演员他就通知了我说，其实有黄金年华在招考的学员，叫我去试试看。我觉得爸爸有可能不喜欢我唱歌，然后就参加黄金年华的时候我没有告诉他。为什么我的儿子在里面唱歌？黄金年华，黄金年华是老人家唱的吗？50岁我都不知道。现在呢，我就每次在房间练歌，然后就有时候他会听到，就问我你唱什么歌，然后就说你的音太高了，你要弄低一点。哇，有了爸爸的指点，当时我真的很感动哦。我很享受这个黄金年华的整个过程，还有然后给我的机会展现不同的歌，还有不同的形象。这是大决赛，我要展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我，给大家一个惊喜。
的郑达卫总是给大家带来无限惊喜，欢迎他带来开道荼蘼。每只蚂蚁都有眼睛，彼此它美不美丽，天下有没有一毫厘有何关系。每一个人伤心了就哭泣，饿了就要吃，穿插那不过天地有何刺激。太多太多魔力，太小道理，太多太多游戏，只为了好奇，还有什么值得歇斯底里？为什么动心是心塌里？一个一个偶像不外如此，沉迷过的偶像一个个消失，谁曾上天海里，谁又是上帝？我们在等待什么奇迹？最后剩下自己舍不得挑剔，最后对着自己不大看得起，谁能给我世界我都会怀疑，心花怒放却开了荼蘼。每只蚂蚁都有眼睛鼻子，它美不美丽，没啥有没有一毫厘有何关系。每一个人伤心了就哭泣，饿了就要吃，咱大大不过天地有何刺激。太多太多魔力，太小道理，太多太多游戏，是为了好奇，还有什么值得歇斯底里？我们在等待什么奇迹？最后剩下自己舍不得挑剔，最后对着自己不大看得起，谁能给我世界我都会怀疑，心花怒放却开到荼蘼。人谁比谁美丽？一个一个一个人，谁比谁有力？一个一个一个人，谁比谁容易？呀，什么了不起？每只蚂蚁和谁擦身而过都那么沉寂。有何关系？每一个人。接说爱的人却心有余悸，这个你认识吗，斌哥？哎呦，见鬼了。哎呦，你今天的表演呢，八个字可以形容。嗯，哪八个字？鬼马搞怪，唱作俱佳。谢谢。的确是。谢谢。安迪安克，你们认得出是儿子吗？认得出啦。你都想到你的儿子会变成这样。那怎么样，今天歌唱比赛还是要论你的歌艺，我们先来听听看评审老师怎么说。我们先有请蔡荣祖大哥。达卫，那我觉得你选曲非常的大胆，大胆之余你还非常贴近原曲的同时啊，你有展现出自己的特色，你甚至还有对台下抛媚眼，你有把那个恶魔跟天使之间的这种这变换，你有把它表现出来。我觉得如果你可以再放一点哦，再不管别人怎么想怎么看，我相信你会表现的这个是完美，非常非常好。谢谢老师，恭喜恭喜。开道荼蘼这首歌就是在懒迷糊含糊之间唱的，但是你还不够去到那一个境界唱这首歌。旁边放三个假人没有帮到他的懒，没有，我就是想要问你，旁边的三个假人做什么用呢？很简单嘛，请真人要付钱。那我今天来收腰啊。加油啦。谢谢老师。
好，接下来我们请伟强。我是有注意到你有一段你忘了，好像时间慢了，对，那个慢有点慢上嘴巴。大大不过天地，有何时机？太多太多魔力，太小道理。你在那个台上其实是有那个视觉的效果，对，你就局限于你不可以动，那你的表演就要配合那个歌，看要再多一点。好，继续加油，谢谢，谢谢老师。大家不知道什么开到荼蘼，就是说一朵花在它最要凋谢的那一刻的最，就是它最美的时候，所以不怕，要把它当是自己最后一刻绽放出来，把它发挥到极致。今天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无价的一刻，太好了，谢谢老师。我喜欢音乐是受到父母亲的影响，三十多年前当卡拉 OK 引进新加坡的时候，我母亲就砸了重金买了家里的第一副音响，让我们大家可以常常在一起唱歌，然后享受家庭的时光。今夜微风轻松，我参加黄金年华就是为了圆我母亲生前的一个梦。当黄金年华在十五年前播出的时候，他就鼓励我去参加，所以我等了十五年，总算能登上这个黄金舞台。这次有弟弟为母亲圆梦，我感到很欣慰。留住一世情缘。我太太她是泰国华侨，因为歌唱比赛，还有她也忙于工作，我们已经好久都没有坐下来一起吃饭了。My husband is hardworking in this competition. To reward him, I cook his favorite dish. 我在夏慧老师的团队里学习到很多，学长们都给我很多支持和鼓励。上个系列我一个人代表夏日之声队，这一次文汉也一个人代表夏日之声队，我了解到他孤军奋战的感觉，所以我答应他陪着他一起练歌，给他最大的精神鼓励。越想得到的是越难得到，所以呢，文汉带着平常心上台去。来到了大决赛，高手如云，但只要他照常发挥，就能像我一样争取胜利。我们夏日之声队有三连冠的记录，我会全力以赴，为母亲，为夏日之声队捍卫这份荣耀。余文汉为替母亲圆梦，勇闯黄金舞台。今天他要带着丰沛的情感，为大家献上《别怕我伤心》。好久没有你的心，好久没有人陪我谈心，怀念你柔情似水的眼睛，是我天空最美丽的星星。异乡的午夜特别冷清，一个男人和一个热切的心，不知在远方的你是否能感应。一颗爱你的心，时时刻刻为你转不停，我的爱也曾经深深温暖你的心灵。你和他是否已经有了真感情？别隐瞒，对我说，别怕我伤心。我从来不敢给你任何诺言，是因为我知道我们太年轻。你最初的是一种浪漫感觉，还是那不必负责任的热情？心中的话到现在才对你表明，不知道你是否会因此而清醒，让身在远方的我不必为你担心。一颗爱你的心，时时刻刻为你转不停，我的爱也曾经
深深温暖你的心灵，你和他之间是否已经有了真感情？别隐瞒，对我说，别怕我伤心，别怕我伤心，别怕我伤心，哦哦哦哦，一个爱你的心，时时刻刻为你转不停。我的爱也曾经深深温暖你的心灵，你和他之间。别隐瞒，对我说，别怕我伤心。我知道于文翰非常认真，是非常投入的把他的歌演绎出来。你有很多恋情吗？对呀、啊，我记得团战的哪一场比赛，你也是说那首歌是因为之前的一段失恋的过往，今天又来另外一段失恋的恋情。我只能说，你的太太在哪里呀？呀，举手一下，举手。哦嗨，我刚看你唱歌时候真是全情投入，有没有打动我们评审的心？我们就来听听看好不好？文翰你好，你好。唱得很激情哦，你的这个声音啊很自然不造作，脸部的表情啊很投入，我觉得你有唱出不一样的风格啊，加油。谢谢。刚才在唱第一遍的时候好像气息不太够，还有就是在高音的部分，就是唱你和他之间那一边，你的尾音好像收了很快。深深温暖你的心，结束的时候呢，停顿的那个部分不要那么长，是不是想不起歌词？其实是不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吴坤杰老师。我觉得你表达的情感是很足，可是在这首歌的层次上还是不够的，鼓腔很重，那腔就少了，要控制多一点。这首歌叙述式的歌唱，你就可以表达整首歌的情感，渐次的表达出来的更加的沉寂，继续努力，谢谢。文翰，谢谢你，你真的做到了。自己的感情的问题我是知道的，他只是始终那如意，就是那个一个，就把他给抛了。所以今天我是更感动了，谢谢你。谢谢老师。大家好，我是林青。我从事美发行业多年，平时生活都很忙碌。一有时间我就会跟一群爱好唱歌的朋友们一起唱啊笑啊闹啊，然后也是因为他们的关系，然后我参加了黄金年华。上一届的亚军陈福，他是我的好朋友 Violet 的先生。一路看到陈福的比赛，我为他的热忱还有坚强的意志力而感动，我决定不要浪费时间，然后为我的梦想而努力。林青是我的中学同学，他在学校的时候就很爱唱歌，这一次他终于鼓起勇气站在舞台上，看到他在台上发光，真的很替他开心。林青呢，他唱歌既然这么好，我就鼓励他参加，可是他一直说他事业很忙，那我就告诉他5年后10年后
你的事业还在，但是如果你要再参加黄金年华，就有点力不从心了，要就要趁现在。我的老公他是我最好的伙伴，无论在家庭还是工作上，他都给我很大的帮助，让我能全心全意地参加我的比赛。林青这些年为了家庭和事业打拼，现在他是时候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东西，我想挡也挡不住了。我的两个宝贝女儿也是很会唱歌，然后他们也会给我很多很多的意见哦。看到妈妈在舞台上表演，唱得那么好又那么漂亮，我们很骄傲。我会好好的享受这个黄金舞台，然后以我的歌声来传达爱与希望给更多的人。我会加油。林青，林青有魅力，艳压全场拿冠军。个人风格强烈的林青力求突破，挑战经典好歌《我要你的爱》。走过来，我要，我要你，我要你的，我要你的爱，你为什么说出来。Listen to your mama and you never will regret it. Anybody wanna you can tell that I said it. The only thing I know is that I never can forget you. I've been longing for you, baby, ever since the day I met you. I got you when I want you and I never gonna let you get away from me.You're what I tell you. 大家一起来！我要。In that more union, you are giving me some loving. Caring, attached for you and harder than it often. It's time for you and me to do a little tender loving, baby, hold me tight. Do what I tell you,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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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为什么不肯说爱爱爱？好多啦啦队啊你！谢谢大家。是的，那我觉得林青这个表演哈，唱这首歌，我封你为。勾魂使者，他的眼神啊，他的一举手一投足。练习的时候有没有对着你老公唱？有有，他给我一个赞。唱完他还清醒。
如果我是你老公啊，应该是你唱一半我就晕倒了。而且今天还带了两个舞伴。对的，对的，其中一位是我的好朋友庄成福，他也是上一届的亚军，还有 Dennis。好，我们先来听听戴兰姐你的点评。你今天一出场就已经震撼整个舞台了，太棒了。唯一稍微要挑的话，是觉得你对这两个伴舞的人勾引的还不太够。我要你的爱，我要你的爱，可是这个动作没有出来，我的爱都在这里。对呀，他在努力的勾引你呢。太多爱了，很棒，谢谢老师，继续加油。林青你好，很多人都说这个歌手在台上啊，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一开口便知道有没有。可是你刚刚一开口，我觉得你真有，尤其是那个我，那个第一个我，非常的勾魂。这一个表演呢，稍作打磨，你就可以马上登上这个专业的舞台的，加油加油！谢谢，很好。丽丽姐，这首歌真的是有唱出那个妖艳呐、sexy 啦、懒呐那种哇，要勾魂的那一个境界，你有做到。但是你后半段的副歌跑拍。老师很好人，斩断了那么一点点，让你马上 pick up， 要不然的话你就完蛋了。谢谢老师，希望这首歌熟一点，再表演多一次给我们看，一定是 very good。好的，谢谢，谢谢老师。我觉得还要这样说，哇，然后慢慢的哇，然后到今天的老师也做不出来，只有你做得出来，所以非常感谢你和你的舞蹈员非常努力的练习，然后呈现今天的表演，好不好？加油，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朋友，久等了。我们5月1号晚上7:30见个面吧。夜凉如水，风轻衣，前尘往事追着一壶清静，依稀你的身影，平添夜色几分心。凡尘中的点水蜻蜓，朵朵涟漪剪把年岁繁星。我如梦初醒，心深处的你无缘无期。从此忘情忘爱忘伤悲，从小我就喜欢音乐了。记得1994年我到台湾深造的时候，第一年大学先修班我参加了合唱团，我发觉蛮有趣的，学到很多。过后呢就参加学校主办的这个个人歌唱比赛，从此呢就开始了我的歌唱比赛的旅程。从台湾返回马来西亚过后呢，在2到3年里头我参加近百场的比赛，然后也获得了不俗的成绩。在2010年，我跟志同道合的朋友发行了2张创作专辑，也算是圆了我一个小小的音乐梦。红尘有你，这次参加黄金年华的豆哥鸡歌唱比赛呢，其实最大的推动力呢是我母亲。我记得10几年前我也载我妈妈到新加坡来参加黄金年华的歌唱比赛，一路走来我非常要感谢我的家人，尤其是我太太。每次看她来回新加坡马来西亚会觉得特别的心疼，但是看她在舞台上卖力的演出，我会替她感到特别的骄傲。老公加油哦，你是最棒的。爸爸加油，我们永远支持你。我在家练习的时候，偶尔遇上孩子们有空，他们都会为我伴奏，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动力。
陈曦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歌手，怎么才能让我告诉你，那他的学习态度也非常的好。这次的大决赛我对陈曦非常的有信心，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势必夺冠。不是猛龙不过江，欢迎比赛经验丰富的黄晨曦带来哪首好歌《认错》。I don't believe it， 是我放弃了你，只为了一个没有理由的决定。以为这次我可以承受你离我而去，故意让你伤心，却刺痛自己。一个人走在傍晚，祭奠你台北西堤，等着心痛就像黑夜一样的来临。 I hate myself， 又整夜追逐梦中的你，而明天只剩哭泣的心。怎么才能让我告诉你我不愿意，叫彼此都在孤独里忍住伤心，我又怎么告诉你我还爱你，是我自己错误的决定。一个人走在傍晚，祭奠你台北西堤，等着心痛就像黑夜一样的来临。 I hate myself， 又整夜追逐梦中的你，而明天只剩哭泣的心。怎么才能让我告诉你我不叫彼此都在孤独里忍住伤心，我又怎么告诉你我还爱你，是我自己错误的决定。怎么才能让我告诉你我不愿意叫彼此都在孤独伤心，我又怎么告诉你我还爱你，是我自己错误的决定，是我自己错误的决定。黄晨曦你很厉害哦，也没有伴舞，也没有假人，穿一件红衣就要来拿冠军了，因为他希望鸿运当头嘛，毕竟是歌唱比赛，就以歌声来打动是前面的评审跟在座的每一位。听评审老师们的点评，晨曦第二遍当中你的感情拿捏得比较投入，很喜欢你飙高音的那一段，非常非常的理想，好，希望好的好成绩。谢谢老师。潘姐，刚才听的时候我就有一点
感觉像你的声音像林志炫，有的啊，像林志炫、张信哲、张雨生，很不一样啊。林志炫跟张雨生，很多人讲还是一两个人讲，很多人讲。哦，对，刚才我是觉得最后一句，可能你那个声音的量太大，可以再收小一点结束。是我自己错误，的决定。陈欣你好。嗨，老师好。很好的一点就是你知道你的强项在哪里，就好像达伟的强项就是在表演，在演绎，然后文翰是他的感情很丰富，林青就很妩媚，那你就是一把声音，用你的声音来表达你要传达的那个讯息，我觉得每个歌手都需要知道的一点，你的声音是非常好。嗯，继续加油。谢谢。好，接下来我们听听你的老师怎么说。他也跟我讲这句话，老师，我想回到我原始原来的我，我要认认真真的唱。我说 OK， 那他今天就呈现给大家了。对，谢谢。谢谢老师。我是一名保健代理商，一直以来都为工作而忙碌，多年来在工作上得到认可，然后觉得自己应该花点时间在家庭还有生活上。我的心里只有你。我一向很热爱舞台，在2015年参加了新加坡夫人选美，得到了季军，然后也在深松妈妈咪呀歌唱比赛里面，在舞台里面摄取到经验。热爱舞台是受妈妈的影响，从小在欢乐园看她唱歌，然后自己也很想站在舞台。这一次参加比赛是为了追求我的梦想。珍妮哦，她期待这个黄金年华的比赛很久了，为了参加这个黄金年华比赛，她就抛开她的工作，然后很积极的去随歌，在她比赛的时候每一场我都会支持她。另外一个原因是要成为孩子和孙子的榜样，让他们勇敢的去争取他们想要的梦想，把所有的事情做得最好。每一场比赛我都会很精心的去在网上挑选想要的服装，那我妈妈还有跟了我25年的 Daisy， 他们都很尽心的帮我修改衣服，让我可以漂亮登场。珍妮参加这个比赛我也很支持她啦，因为她一路来很喜欢唱歌的。这次的大决赛我会继续让自己做得最好，不要在舞台上面留下任何的遗憾。珍妮每一场演唱都竭尽全力将最好的呈现给大家，今天她要挑战高难度歌曲《北京一夜》。When I in 北京，我留下许多情谊，不管你爱不爱，都是历史的尘埃。晚安in北京，我留下许多情，不敢在午夜问路，怕走到了百花深处，人说百花的深处住着老情人，捧着绣花鞋，有安心晚安in北京，你可别喝太多酒，走在地安门外，没有人不懂真情。晚安in北京，我留下许多情，
把酒高喝的男儿是北方的狼主，人说北方的狼主会在寒风起站在城门外，穿着拂袖的月衣，呼唤城门开，眼中含作泪。不到眼里怎知春色与暴雪，千年为何城门还不开，哦，我已等待了千年，为何良人不回来，不想再问你你到底在何方，不想再思量你能否归来，我想做你的心，想做你的脸，想捧在胸口，能不发就不发。万爱一杯敬，万爱一杯敬，万爱一杯敬。这是黄金年华斗歌敬意有史以来大决赛场面最大的一位歌手，是，而且他还请来了两个鼓手，两个武行，是，问题是这些武行啊高度都不整齐、最高的那个竟然是你儿子，是的，为什么想到选这首歌？因为我妈妈想我穿成这个样子上舞台，对，他说他的梦想是要成为戏剧班里面的学生。好，我们来听听看，我们的评判老师觉得你今天是不是唱作俱佳，好不好？珍妮，你的音质不是很突出了，但是你的声音是有情感和层次的，好，加油。谢谢。我是很欣赏你，真的很敢尝试这样的一种歌曲，因为《北京一夜》真的不好唱。那我觉得你在唱的时候有点吃力，就是有点不够沉稳。万那银飞机，我留下许多情，把酒高歌的男儿是北方的狼主，说北方的狼主。珍妮，一男一女来唱，这个搭配上面可能要非常的完美，可是你一个人要分饰两角，我觉得声音的转换度老师有说到一些这个哈，可以更好的地方，可是我觉得你的做工，你的手势，你的这个在舞台上面的这个稳定度都非常非常懂得自己在表达什么，加油。谢谢老师，谢谢。他其实每一次上舞台都很认真的去呈现，去穿一些不同的服装，也要谢谢其他老师教导，所以让我们遇强则强，谢谢你们，谢谢老师。强者之间以歌为战，众人展现高超技艺，黄金舞台谁能称霸？好的，又到了紧张的时刻了，这个成绩呢已经在我的手上了，不晓得今天我们的五位同学他们的表现如何呢？谁又会是这个系列的冠军呢？那现在呢就先让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成绩，请看，最高分呢是 91.9 分，最低分是 88.9 分。宣布成绩之前，先请颁奖嘉宾 Lotto 3张养兴 PBM 为我们颁奖。
首先要颁的是两位优胜奖得主，是，请看，排名第四林青获得89.2分，排名第五余文汉88.9分，掌声鼓励。现在我们要宣布季军的得主，你们猜是编号几？几号？请看，郑珍妮编号五，89.3分。要谢谢我们的颁奖嘉宾，谢谢养心大哥。剩下两位请上前，他们也就是我们的冠亚军的得主。你们猜冠军是谁？编号几？几号？编号几？几号？我们会为你公布冠军，是编号一还是编号四？冠军就是晨曦，恭喜！所以郑达卫呢，就是获得了亚军。我们有请亚军的导师 JJ 老师来颁奖。好，恭喜达卫。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呢晨曦的导师云翔老师。首先要感谢我太太 Chris， 谢谢你的提携，还有爸妈，还有一群在背后默默支持我的朋友，还有我的云翔老师。我以为他第一个会谢谢我，就是老婆。老婆当然比较重要啊。是啊，都是老字辈的啊。OK， 我非常感谢他为我的拿的啊，为我们啊胆子非常拿冠军，谢谢您，真心谢谢。好的，那随着我们冠军的诞生，我们这2023年第二系列的比赛呢也圆满落幕了。在这边呢，我们要谢谢我们另外的三位导师，你们辛苦了，谢谢。辛苦了。还有，谢谢七位评审。那与此同时，要谢谢我们的两位和音天使 Reggie 以及 Zelina。好，我们当然谢谢我们的全场伴奏旅者大乐队。谢谢。下个星期就是我们新系列的黄金年华之斗歌竞艺，乐龄有活力，要继续支持我们哦。朋友，久等了，我们5月1号晚上7点半见个面吧。夜凉如水，风轻依依，前尘往事吹走一壶清静，依稀你的身影，平添夜色几分心。凡尘中的点水蜻蜓，朵朵涟漪，剪把年岁繁星。我如梦初醒，心深处的你忽远忽近。我们唱歌只有3分到4分钟之内，所以你的情感要快速的把你的感情可以流露出来。你听起来很像是内功的高手了，所以那个气哦，呵，真的是沉住。你是我最深，就你的缺点可能就是你是我最深爱的女人。黄金年华之斗歌竞艺，星期五下午3点半，8频道与 WeWatch 同步观看。